難咗啦，或者身體出現咗好多好多嘅身體狀況，所以當我發現我自己可以唱翻歌嘅時候，我好想開個演唱會，同大家分享呢件事情。其實搞下我先。雖然呢三年裏面，比較謙虛，但係從來都每一刻我係諗住要放棄我自己，遇到幾多挫折都好，我一定要保持一個信心同埋信念，就算跌得幾金都好，最緊要係自己識得爬翻起身。17年嚟第一個叱咤女歌手嘅獎項。恭喜曬，永儀！我用了17年嘅時間，我終於攞到我第一個嘅女歌手獎。多謝大家。佢終於一齊遊過呢一個荊棘海，今日要上嚟呢一個叱咤台，專業推介叱咤十大第10位永儀荊棘海，你都好多荊棘喎，好。多謝大家，我冇諗過我仲有機會可以上到叱咤台。使唔使我哋係咁演嘅啫？我幫你拎住先。OK。左腳嘅鞋，左腳嘅鞋，我有冇講？